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个遭受过暴力侵害。如果我是淘淘，我可能就会剩到三分之一。每个人出生时都有二分之一的概率成为女孩。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想象一次你身为女孩的一生，与我们一起携手抵制对女性的暴力侵害。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个遭受过暴力侵害。如果我是淘淘，我可能就会剩到三分之一。每个人出生时都有二分之一的概率成为女孩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想象一次你身为女孩的一生，与我们一起携手抵制对女性的暴力侵害。